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今天来文修公园，然后要来趁着活动最后的尾巴来抓一些冰系的 Pokemon。那现在文修公园的话是电击怪的巢穴吧？对，好像是。啊，再打开我们的 Pokemon Go。啊，终于没有下雨了，可恶，这几天都在下雨，好闷，真的超闷的。然后官方在这两天有比较重大的更新啊，像是应该算什么多人的道馆吗？还不知道，我还没有去查说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。对，哎，出现一只带卢比，好抱歉，有一只黄色带卢比，好可爱。这个应该直接抓就好了。这次活动比较好死不死一点，都遇到一些下雨，然后前两天去考了国家的考试，所以没有时间可以拍影片。今天气还不错哎，阴阴的，然后还有风。抓到了，带卢比。看一下 ID 好不好？很多进步空间，那就直接把它卖了吧。对，两只卡蒂狗哎，哦，我还是有点闷的，应该直接抓就好了。CP 有点低，嘿。然后最近为什么我一直丢不到？最近台中有一个非常热门抓宝的地方，台中的大理公园。那边点好像六七个吧，同时开满樱花，超扯！抓到卡蒂狗了，在这边刷一下点吧。冰系的纽拉，这个用玫瑰微笑。啊，没丢好。Good store。然后啊，最近影片啊都是在剪辑前阵子去日本玩的自由行，然后现在第一集我已经把它剪好了，如果还没有看的，在这边吗？还是在这边？忘记了，哪一边随便都可以，有连结。找到牛拉，这牛拉好吗？还不错。好，先把它留着好。好，那我刚刚利用了一些时间上网找了一下这次更新的主要内容。这次更新完之后，19号道馆就会封闭，然后一直到开放，就是更新结束之后。然后它的新功能有，像是我们的道馆，它现在有跟补给站一样的功能。比如说，如果你转道馆的话，也是一样会掉 Pokemon 的道具。新的道馆呢，会有六个位置，然后可以让六只 Pokemon 上去填充，但是这六只不能是重复的 Pokemon。然后，首馆的宝可梦会多一个新型的动力标志，会因战斗而减少，哦，就是血量的意思吧。然后也从这个队友可以为火神来增加动力，那么会有新的果实出现哦。然后下面这边是它的一些画面，然后可以拿到道场的徽章，所以现在打到馆的话就会有徽章。那这应该之后也会开放的团战之类的。重点来了，团战。它道馆上面会出现一颗大鸡蛋，那这颗大鸡蛋在那个倒数计时到达零的时候，头目宝可梦会出现。那它头目宝可梦是指什么？这个应该目前还不知道吧，可能会希望会是一些比较稀有的 Pokemon 啦。然后参加团战，回收所有道场中的宝可梦回到自己身边。
训练室每天都可以在道场上拿到一张入场券，那每个包包也只能放一个，只是说如果你今天拿完，今天打完，明天就可以再拿。如果你今天拿完没有打，你明天就没有办法再拿一次。然后队员限时20个人，等于说有20个人可以同时作战，然后限时5分钟。哦，然后最后面可以获得捕捉头目宝可梦的机会，那它就会出现比较稀有的东西让你来抓咯。那哦，下面这里有讲到新道具，金色的蔓莓果可以恢复紫派道馆的宝可梦的动力。比如说，那金色蔓莓果一直是可以在游戏中让它恢复体力咯。然后一般的哦，有招式学习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就是这个招式学习器，这样的话就算学错招式应该也不是问题。然后特殊招式，学会一款新的特别招式，这有趣会需要用到特别招式，不知道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重点更新啦，那我们就继续去看看还有什么 Pokemon 吧。Go， 出现一只六维啦，把它抓起来。拜托给我一只 IV 比较好的六维。350。啊，算了，反正我糖果蛮多的，因为在 Pokemon Go 刚出的时候，台中文心公园是六维巢穴，那时候连续去了2-3个晚上吧。是真的抓了蛮多的六尾糖果。哦，要跑出来了，用 Ultra Ball 好了。嘿，左手比较难丢啊，还是我太久没有玩。嘿 ，OK， 可是没有 Nice， 丢球技术变差了。OK， Gacha。IV 呢？很多进步空间，那把它卖了吧？不对啊，我今天不是来抓电击怪的吗？这一只都没有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对啊，这一只都没有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哇塞！哇！不然好歹也来一只成龙嘛！哎呀，好难丢。喊的声音，夏天真的到了。嗯 ，CP 不高，直接把它卖了。卡地狗，哦，这湖面上有好多乌龟啊！糟糕，丢球的技术真的是。输了一大截，完了，感觉变陌生了。耶 ，gotcha！ IV 呢？很多进步空间 ，IV 都不好。有一只小火龙，抓起来，而且旁边还有一只六尾。这个我先把脚架架一下，给他一个黄梨瓜了，直接应该红球就可以了。哎，啊，没有丢进去，为什么？啊，糟糕，长大了。这个七太低，直接卖了。然后嘞，还是六哎。其实我一定要丢个 SN 说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动。对，好，还是没有进，糟糕，丢球技术真的变差了。Gacha， yeah， 是六的 IP 好不好？真的蛮强的 ，no， 不要。如果
果早上都没有抓到什么稀有怪，那我车子保养应该也快好了，所以现在差不多要离开文秀公园喽。然后下午再看能不能遇到什么稀有怪，这影片把它